9月16日，据香港媒体报道，有纽约美术学院学生在登记处疑似偶遇宋慧乔正在报名短期课程的学习。对此，香港媒体致电宋慧乔经纪人，对方以私人行程为由拒绝透露。此前，宋慧乔于当地时间9月9日在美国出席纽约时装周，却一直没有返韩，中秋节也未与家人团聚。另有报道，宋慧乔正在考虑出演电影《安娜》。非凡娱乐实时报道。